是几号的？12月31。12月31的话，通常都会要跨年，对不对？哦，有的人现在已经在跨了，跨到都那个大家都能够在今天哈，是最后一天来中来到圣殿哈，我们一起起立好吗？将我们的敬拜献给神哈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来我们一起起立哈，表示我们对神的一个尊敬。OK， 那我们我们是敬拜之音哈，我们敬拜团就是今天要带领大家来敬拜。那如果说等一下没有那么多的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往前。好，如果你们 OK 的话，这样子。那我们会有那个诗篇啊，就是每一次在敬拜当中会有诗篇来带领啊，跟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。那我们能够在这些话语当中被神建造，被神上被神来改变。好，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。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，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信实，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。诗篇98:1-3。Thank you.
站立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在他的时间里面，我们都持续的往前。也祝福我们2018新的一年的开始都能够有神的祝福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使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脸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了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以赛亚书53章七到十节。
上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五章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。Oh, shit.
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你。父啊，愿你喜悦我们今日所献上的敬拜祭。阿门。各位请坐。